这喝点水。你可能就是老了，啥病没有啊？现在找点牛奶。渴了，先喝点牛奶来啊。一会儿能不能喝进去？喝点吧，来，去点。喝点水就行了吧？饿完了，牙好像不好了。今儿是20几号？今天26号吧？我看今天27号。26了吧？明天27，后天20吧？约的是后天。实在不行，先去个急诊。要我说，先整点水吧，把那水给他拿。要看急诊呢，现在报上急诊的了。谁去啊？我跟大雷去，你睡你觉。你去吧。嗯，报急诊吧。我给天哥打电话，告诉你一声，昨晚一宿没睡好觉。这冬天他喝着奶，别动了。你真命大呀你啊！我寻思你他妈别问了。他没咋的，他搁车库来的，这两天没吃东西了。被困住了，被困在车库了。刚才大雷你爸我搁车库待着说话，我听他搁里边叫唤，他挡着那个什么，让那个东西挡里边出不来了。哎呀妈呀！两天了，你说。两天。嗯。行，跟他说一声吧，报个平安，我们得想想办法治疗这猫。想办法，现在不用报上急诊了，就想，太虚弱了他。啊，不取消了。喝点水吧，啊。看。啊。不让出去，我寻思一会儿，要不大雷俺俩抱他上急诊呢。现在不吃也不喝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为啥上急诊？他难受吗？不难受啊，但是他看他太虚弱了。那就等后天再去吧。等后天吧。等后天吧。等后天吧。等你等吧，因为那急诊我就赶上回去花六百，啥也没干。对呀、啊。他喝没喝奶？他喝奶了吗？没喝呢。喝水。给他拿的没喝，水也没喝。喝了水没有？喝了几口。喝几口就管你事。老爸，你用把那个猫砂什么拿上来，要不然不用。他不能拉屎，他不吃东西拉啥呀？两天没吃了。那刚才昨天来电话了，约不上，人家那大夫都做手术呢，今晚看不上，就等后天吧。菜啥都给我拿来。久旱逢甘露，他乡遇故知啊。瞅着眼神挺好，眼神挺好，还挺精神。湿润的嘛。嗯。挺精神，我总觉得他搁外屋吃耗子了似的。哎呀，两天呐，两天没回来呀、啊！我这我都不知道咋整了，我心里老难受了。我寻这都怨我呀，就是啊，你说那天取消我给取消了，完了，哎，这那天又给放出去了。那上医院，哎呀，你给我想完了，我想你，那心真完了，走了呢，我想死了。还说你一路走好呢。好好的，听两天给你看去，心力憔悴了，你要不以外就感谢，你不用感谢了。太懂事了，去你就跟胡哥在家，先等我回来，在门口等我呀。搂着睡吧，今晚上跟你床跟前吧。虚啊，两天没吃东西了。3、4天了，那两天也没吃。哎呦我天，多亏今晚上这来两个巴基斯坦女的，哎，咱们搁车库说话，听着她叫唤。要不不上车库，你说她叫唤咱也听不着啊。喝点奶，喝点奶有用啊、哦！喝点牛奶吧，大猫啊、嗯，是不是凉的牛奶？小左刚打完电话，这宠物医院这家真稀呀，做手术呢，你这是大夫，吃点吧，大猫啊、嗯。我可算回来了，这我都老内疚，老内疚的了。这猫找不着我，心里这得多长时间？这个姑娘都给我埋怨了，姑娘就趁我那天给取消了，完了还有为啥放她走？整个昨晚一宿没睡好觉，就寻思大猫。已经两宿没回来了，前天下雨，我等他都到12点没动静，我还上外边找，我走大街上我还找，也没找着。喝牛奶了，喝了，哎呀，喝吧，大妈，喝吧啊，喝吧，大妈，喝点牛奶就好了，有体力呀、啊。不吃不饿。你看牙还不得劲儿，这尾巴咬的挺欢实。打喷嚏，你看喝点牛奶还是呛似的哈。哎呀，猫猫这命大，回来啊、哦，好好活了。哎呀，这两天就是老了。快睡觉吧，你睡觉去，明儿干活呢，睡觉。